现在穿这个红色是什么意思？要过年了，没有啦，那圣诞节快乐。然后呢，今天很开心收到邀请来参与 YT 的圣诞大会。我是觉得那个题目，我听了阿元说之后，是觉得有一点点的特别。哎，嗨 ，Hello， 作为一个小吴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准备得很好，因为我本身是送礼大王。你送礼大王，所以要是你抽到我的话，你就很 lucky 哦。真的假的？我心机其实蛮重的。真的假的？我看，我准备一个漂亮的钱包，像是蔡哥就想抽这个。可是今天不是要送钱包哦？不是不是，要送东西。我想要送钱包，差点掉车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继续开槽，我继续开槽。等等见。那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，在我以往的抽圣诞礼物的经验呢，老实说。运气普通，就也不是最烂，可是也不是最好。我穿上红色的来之后呢，可以抽到不错的礼物。先这样，我要上去找他们了 ，Go。请问伟伟呢？他去领钱。好，他去领钱。我们出门忘记带钱，就都带皮包。所以你们是已经决定好一个金额放进钱包里？我们决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是没有整理钱包太多钱，我觉得里面有多少就多少。结果里面有六位数。没有没有。哎、欸，不过讲到这，大家记得要去看我去黄氏兄弟那里拍的。对，快看起来。哎、欸，最近有来。明年就我刚去买咖啡。问一下我，你以往抽礼物的运气好坏？我觉得正常哎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就是在大家的认知当中，所有这一场里面，我应该都是抽到中上，光没有抽过真的很没有把握。对啊，那烂礼物你有参加过烂礼物的那个交换礼物吧？有，所以你连烂的都是好的。卫生纸一袋哪里好了？还蛮实用的，还蛮实用的。希望今天可以抽到你们最后的礼物，加油！八万块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哥。什么东西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蔡哥。你好。啊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哥。我是您。今天呢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圣诞快乐。什么意思？没事啊。你在模仿我？对，想问一下你以往呢，就是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有那种圣诞礼物的交换经验，是想知道你的运气通常怎么样？我觉得我都算好的。你算好的。因为我现在抽的都不会说让我。很烂到很有印象，我现在基本上都忘记了。会不会有可能只是中间记不住，没有好也没有坏？对，我都是抽到中间。哎、欸，这样算很差哦、喔，这样算运气很差。它既没有效果，然后又没有实用，我从头抽到。然后现在还拿不出来一个梗当来讲、欸。真的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这段要重录了，我整个水肿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你就前面一点，然后说其实你只是因为离镜头比较近。没有，我都这样、啊，从头到尾这样。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交换礼物呢的运气通常是怎么样？我没有很好，因为不是都会玩什么最好跟最烂，对，我通常会抽到最烂。阿丽亚，我是每一次都抽到很好的礼物，可是我真的都是最烂。像我在日本的时候，有一次就是交换礼物，然后我收到一个钱包，可是我送的是一个我的签名的，因为而且那时候是学生，不是现在。这些面子一切扛下了。今天呢，要非常感谢阿元把大家召集起来，举办了这个 YT 交换礼物大会。这个召集人实在是非常辛苦，我们在这里给阿元一个掌声鼓励。哎呦，没事啊，谢谢大家啦，把他召集来，是我趁大家不急。好，主要呢要来问阿元一个问题是：你记得你交换礼物的运气？好像都不是很好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的运气都不在这里。但其实我觉得我整场里面还挺想抽到你的礼物啊，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阿元是一个蛮细心的人，可以会这样哇很棒的那种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因为毕竟我今天是主办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就会想说今天要有效果，所以你还是不要抽到我的好运。好，谢谢。我今天想要问你们个问题，好好好，请问你们以往抽圣诞礼物的运气如何？哎，都还不错，运气这么好，你们的钱包 OK？ 我们今天的钱包都非常多奥妙，奥妙，符合客制化的。好，我要期待一下，然后再期待一下。
男生跟女生，我是要考虑男生喜欢什么，女生喜欢什么。然后我的金额是8200，哇，很刚好一分为二。可是我认真的觉得他们可能缺一个对戒，可是他们的戒指怎么可能会由我来送？我决定用 call out 的方式。我人生觉得最会送东西的人叫做 Kid 哥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空接我的电话。啊，他没有接耶。好，没有接我电话，没有人要救我。大哥，大哥，试试看喽。打个对不起，打个你好，我是温妮。打哥，你在忙吗？你在法郎、哦、不好意思打扰你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参加圣诞交换礼物，然后我想不到我应该抽到我送给那个人是什么。好了，所以打哥建议衣服或者是鞋子或者是戒指。谢谢打哥，拜拜。把我的垃圾，不是我的垃圾，我的礼物交换礼物给准备好了。我希望它就是这样子。那我希望它打开之后会对这个礼物有惊喜。对，对啊，你们会想抽到我的礼物吗？我是一个圣诞老公公。耶，大家回来了！今天是最后一个回来的。啊。所以我送礼送的蛮精准，先说不是这个品牌、啊、我抽到的送礼的人，我刚刚不是有说那个吗？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，对，其实就是温妮。我也吓到，是因为那时候温妮就说好想抽到你的，对，我想抽到你的，对，我想抽到你的吸引力法则，对，神奇。你有了吗？我们吵架，你有的。还我比较好。可是你们以为这我这样就大错特错？以为只有这样子，还有别的？其实我有准备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礼物，然后也是要给我自己的。不是温妮的专属。你们听我说，因为这其实是一个，而且是一个很难的故事。你知道温妮专辑早就卖光了，对。而且它是只有在虾皮上买得到。对。今天是礼拜天，对。我透过所有的人脉，我叫虾皮的姐姐去帮我开门，求她卖给我。哇！我真的没有打算卖了，我真的。我把家里那双丢了，我要穿一双，我没有。表情管理要好，那我问你，重量级的频道做一个整合，这是好了，那记得，虽然他们。
们已经很重量级的频道，不需要我来宣传了。大家都需要订阅，对，需要来订阅。那就是请订阅温妮的新歌点起来。对，然后在这里呢，跟大家预告一下，12月25号当天的晚上呢，我会上嘉义。我不知道你知道，我不知道你的圣诞舞蹈版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，看起来喽，超期待的。然后祝你，然后圣诞礼物交换大成功。推荐的拉拉姆。被发现，因为陆陆续续呢有非常多的那个大家已经回来了，对，然后回流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个礼物因为那个包装实在是太闪亮了，所以我希望我把它装成等一下那个样子，然后让他们来猜猜。但是因为千家千宝库，我就没看到，我还想说小一点。